头车后面一个，灯壳两个，远处第三辆车头，一个。 你猜的没错，有一伙特警已经潜伏进来。几个人？大概有5、6个人。被他们盯上，大部队一来，我们一个都跑不掉。赶紧撤！二，叫其人尽量拖住他们。阿三，把所有产品装箱，快！走！快走！ 集合。 Thank you. 卢克斯已经答应我，派出2个佣兵小分队来边境接应我们出境，1个小时之内就能赶到。 都装好了，这里交给我。阿义，你放心，你家里人我一定不会亏待。我带不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死是最好的生命方式。 只有傻子才会相信，警察是无所不能的。您说呢？ 会那么容易。
我想问死，扶起来。没事，看来这边也没有。 命还挺硬啊！ 你不然我也能搞定的。怕什么？那三枪我又不用你还，那还不欠你一辈子，兄弟，还不就是一辈子？
怎么样啊你？没事吧？你看呢？炸弹炸不死我，我也没烧死我。我命硬，这一回我一定会亲手抓住他们。别拖我后腿啊！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 什么情况？后面又来了一批。这样，我和张磊继续去追，你们几个把山那边人给我搞定。